除了北白俄，我们再把时间上溯到先周和西周时期。角逐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的陕西宝鸡周原遗址，通过近两年的考古发掘，终于发现和确认了先周大型建筑和西周城址。据介绍，周原遗址是规模最大的先周、西周时期遗址。 然而，长期以来没有发现先周文化的高等级建筑，没有确定西周时期是否存在城址，导致遗址的性质不能最终确定。 二零二零年至二零二一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、北大考古文博学院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，经过两年发掘，首次发现了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，东西宽三十八米，南北长约五十八米，总面积超过两千二百平方米。 规模之大，形制之清楚，为先周时期之最。这一发现为寻找周灭商前古公旦父至周文王，也就是先周时期的统治中心，提供了重要资料。近两年的考古发掘，还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小城，以及西周晚期的大城和一座城门。大城面积约五百二十万平方米，是已知规模最大的西周城址。 文献记载，古公亶父迁徙至齐，改国号为周。到周文王三代，周人在此聚居。灭商后，周原仍为周人祖庙所在地。考古表明，周原可能是西周最重要的都城，有望改变两千年来周人在此散居的传统看法。据介绍，早在一九七六年，周原遗址就开启了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。 此后，出土青铜器上千件，被认为是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发源地。